心无旁念，举药食而为。八年来，坚守着这个信条。八年来，我在这独自练功。我小的时候，家人惨遭毒手。现在我终于找到了那五个凶手，就从你开始，你就是关键所在。豹子，他妈的！你他妈什么人？喂！你他妈瞎了吗？你们在什么地方？我来见法家。滚开！他在这儿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今天够他，我就拿你撒撒气了。找不痛快，你算是来对地方。让我见识见识你是谁，算是做人了。法家，还记得我吗？只要他的命，你们可以不管闲事儿。也可以试着阻止我。Oh!
父亲曾经告诉我，真正的错误是学不会吃一堑长一智。但我一路闯下来，我要让他们明白，抢我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错。致命的过失都让我重获新生，也让我付出时间的代价。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我的使命。Station.